来的，对于孩子作案的犯罪都是光明正大，看到是孩子在单独玩的情况好办，只需几毛旁人轻轻将孩子给了罢了。Sorry, okay, let's get started. Okay, regarding the good of Chris, 这个好人坏人，坏人好人，好人 good， 那是好人，为什么？好，来试试，好人坏人，他把副官的台词卖掉。那现阶段我们 maybe 还可能还是好人 ，OK？ 那接下来呢？挑头。好人，好人坏人。坏人。他做什么工作？开门把他装。所以金一龙在做那个 detective， right？ 在我们追查之后，他为什么要开门？为什么要开门？要拉进去。要把小孩放进去，抓进去之后，这时候就有想法，这想法就会。